哎呀，实验室里这么多污水，可得好好处理一下了，是吧，阿南？博士，你擦干眼睛，好好瞧瞧。我是阿东啊，阿南出去了。博士，污水怎么处理？阿东，你先用混凝反应处理法一级处理后排入沉淀池，再用沉淀处理法进行二次处理，排入二次沉淀池，最后进行过滤处理，这样污水就算处理完毕。哦，博士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处理好的。不是，这什么洗脸池啊？怎么又脏又臭，真难闻！这里是……该死，怎么在马桶里？是哪个混蛋画的地图？哎呀，肚子好难受啊！阿东，肯定是我眼花了，他去处理污水了，怎么会在这里？奇怪，公主去哪里了呢？哈哈，怎样？我的力气见长了吧？你看见公主在哪里了吗？我找她有急事。够了吧！快告诉我，公主在哪里？你个懒鬼，书呆子，再不陪我练习，就要生锈了！阿南，我看你也不知道公主在哪里吧？还好意思说自己全天候保护公主呢？谁说我不知道？公主就在东边不远处看花呢。这是阿东吗？不会真是脑子生锈了吧？这是什么花？好漂亮啊！公主，不好了！教官侦测到污染星人马上又要来基地了，这次敌人实在是太多了，必须把起源魔石拿出来，释放能量才能打败他们。阿东，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？我想应该是这样吧，不然他们老想要魔石干嘛？起源魔石能量已经用尽，我也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。这样啊，那我去教官那准备下怎么对付污染星人。好险呐，差点露馅儿。公主那里嘴巴那么紧，只好去她卧室搜了。没有，这儿也没有。这个问题我得好好向公主请教一下才行。阿东，你在公主卧室找什么东西呀？公主让我找一本书给她拿过去。你找公主有事儿吗？算了，阿东，我给你的任务完成了吗？当然了，任务早就完成了，我办事你放心。这么快？那你说说是怎么处理污水的？污染水源这个我最拿手了。先往水里撒点工业废料，
然后再把电池什么的生活垃圾也倒进去，再往里边加点农药。如果有化工厂的废水就更好了，保准连鱼虾都能熏死，喝了这水可以让人很快就停止呼吸。博士，那我先送书去了。我布置的任务是处理污水，不是污染水源呐。奇怪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阿东怎么了？阿东哥哥，我们玩游戏好不好？玩什么都可以的。那咱们就玩飞镖吧，我要是赢了，你就要答应我一件事啊。什么事？等我赢了再说。好吧。熊猫兔，你先来。太好了，都钉在飞镖盘上了，哈哈，该你了，阿东哥哥。嘿，你好厉害呀！现在你可得告诉我一件事，公主把起源魔石放哪儿了？起源魔石。我也不知道啊，好像已经很久没看到了。快告诉我魔石在哪里，要不然我掐死你。阿东哥哥，你怎么了？快放开我，救命啊。你是熊猫兔，我刚才和你开玩笑呢。对不起。喂，阿东太过分了，怎么能把我的屋子搞得这么乱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今天很怪，难道该维修一次了？公主，公主！不好了，阿东哥哥今天变得好奇怪。刚才在外面问我起源魔石藏在哪儿了，还差点掐死我。阿南，快到公主卧室，有急事。公主、博士、熊猫兔，你们在这儿啊？你到底是谁？哼哼。你再过来我就开枪了。既然被识破了，那你们就乖乖在这儿待着吧。阿东，博士打电话找我，什么事儿啊？一下子被我封了电路，像个雕像一样了。是谁？你怎么会和我一样？到底是谁？汉昭，冰霜，怎么会？冰霜。